不是拧上边就是扒拉下面。孙怡这身礼服到底有多不合身？一身明黄礼服，活泼明艳又洋气，奈何孙怡上边捂着胸口不撒手，拍照时悄悄用手扒开开叉口，还没忘露出美腿，这叉开的真带劲。拍完照去采访，又是拧啊拧，仅存的那点美感也消失得无影踪。乔欣的礼服这高开叉看着很是夸张，即便如此，乔欣依旧不满意。拍照为了确保露出美腿，手一直放在美腿上。我天，叉开那么高还不满意？和高伟光一起走红毯，胡冰卿的高开叉让旁边的高伟光看都不敢看一眼。拍照时，胡冰卿更是大胆，直接把腿叉开，杨颖的手完美配合着脚，脚一动，手就主动抓住裙摆，全程都没撒开，一直走到采访区。采访完，又是第一时间抓住裙摆，确保自己时时刻刻在安全范围内。杨幂一袭高开叉参加活动，坐下的时候小心地用手整理开叉口，双腿优雅的并列严丝合缝，不论机位怎样拍，都拍不到自己的走光画面。倪妮穿着高开叉自信的冒跑，奈何刚完签名就遇见大风。倪妮眼疾手快，赶紧捂住开叉口，一直到把腿伸出来撑紧开叉口，这才把手拿回来。你们认为哪位女明星最睿智？